我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伊他看我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伊要报
条来保持，啊，互因个美国个经济也好，教育也好，文化也好，民心也好，拢个怎朝正向发展。你要整体朝正向发展，你才能够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要有足大个雄心，咱即个靠你创，真正有这个雄心。伊这个观念，这是伊个人生哲学。伊从政的哲学，伊要从事政治伊的哲学。我今天不做总统而已，我如果要做，我一定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我一定要什么？所有的一切都要有什么样？回归上帝，要公平正义。你今天若没有公平正义，就不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对不？我问你，我来问一下，啊，台湾今天的人权伤害？这个是谁造成的？跟美国有关系啦，对不对？所以他要赶快来处理台湾这个人权受害的问题。哦，唯有你有把台湾人权受害的问题处理好，才叫做怎么样？公平的正义，哎，对吧？所以川普他会做到，他现在在做，而且继续在做，没得拖哈。能来看麦哈，来啊，我们这边呢欢迎美国哈。重新返回台湾，哦，印尼美国这边等来哈，来看一下哈，川普啊，第一，以及嘛，他为什么对中共这么不客气？因为过去的美国的总统甲中国咧，拢好康的，拢上好康的吼，给中国，啊，上好康给中国，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对美国有什么好处？表面上讲哦，有啦，我们可以拿到很多很便宜的东西啦，啊，实际上好处是对。这样越来越饱，你知影？哎，一寡个啥物人我唔知啦。哦，这是足重要。所以奥巴马可能对这也是我未使讲哦。啊，但是我再讲伊事先知就好，安尼好无？哦 ，OK。啊，因为党媒宣言吼，表态贸易战，啊，美如果美讲啦吼。川普很可能改变中国政治体制，哇，这足重要。结果最近啊，看起来有影无？对，真正也加过过。美国总统竟然有可能，以什么所做的代志，真的是在改变中国的政治。改变中国政治最近怎么延伸到啥物啊？有人在讨论了呢。联合国、中华民国这事宜要未提掉，是不是他可能改变体制？他必须要去承认中华民国，哦，啊，这边 echo 啊，因即摆已经联合在一起了嘛，哦，所以甲这有关系无？甲这有关系啦，哦，啊，这有足侪，来，伊在用这吼，这是进前的吼，啊，伊试验的所在伊安怎讲的吼？伫只头个吼，时间谈话的时候就是讲，伊参伊只个，伊叫的只企业家只来滴讲话吼，伊拢呢都批评中国大陆吼，这大陆咱这样袂使讲，我昨有看到一个阮，迄个叫啥？迄个关键时刻呀，啊，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吼。伊因内面有一个袂歹，伊拢不称大陆，他都称中国，我有去注意到，来，川普宣称了吼，啊，这个咱就袂使叫大陆了吼，对吼，啊，这个国家主席啊，习近平。一带一路了哈，经济计划可能扰乱世界贸易，哦，他很不喜欢，哦，这川普的意思哈，啊，川普呢还表示某个国家啊，几乎每个留学生都是间谍，这就讲得你讲中国了哈，但出席人士知道他指的是啊中国啊中国，所以下次 PA 应该是在哪？啊，应该是咱党的护照哈，这样像大陆的哈，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川普在自说自话。你知道我有注意到这个无？其实我即马有伫看咧，我咧看咧是吼，你若互你讲个，还佫比自由时报较准。你敢知啥物事？因为你若无，伊即马算讲变小报哈，所以伊讲一寡话还讲较准，无人来看你知道吗？啊，伊只吼，我看个，这点也无吼，他。虽然无讲哦，他都在批评川普，我快足侪分钟在批评川普，所以即个比川普知影吼，伊就在死啊，川普说了吼，即个阻止北京继续，即个继续即个什么，
什么货？继续啊，货啊，最后都不公平，你一定要买啊，也不公平贸易啊，对吧？川普说呢，他要阻止北京那个洲际别塞个不公平贸易，这不公平贸易对对克林顿人家开始演了，对吧？啊，都非常不公平的贸易对为继续集团开始啊，一个是两个人开始啊，好咯，一直杀到死中国，结果出了中国嘛，哦，跳起来的心哦，啊，中国无遐尼大，也无遐尼遐尼强，但是伊用坚持个招人。啊，扰乱美国，所以美国真是就要伤脑筋哈。啊，阿卡，啊，他们跨界的话，反正谁可能无注意的哈。哦，这较大意啦哈，较大意啦哈。哎，这个为着要让大家看较清楚哦，现在哈，川普说阻止北京继续获得不公平的贸易，哎，是他的优先目标。川普你做哦，真正你做，认真做哈，咱来看会到哈。啊，所以川普，咱要看一下川普的个性，看才就知影，哦。啊，无伊讲吼，伊伫推特就是伊跟你内心的话拢比较讲吼，哦，来，伊讲表示吼，甲这生产假疫苗的国家吼，没有什么好谈判的，所以为头到尾拢无想要甲中国谈判。其实我虽然是讲全面去研究川普，但是我拢无伫甲研究。迄边伊的亚洲生意去中国对无？啊，习近平互伊做皇帝，互伊前皇帝三前皇帝伊个，你知无？你知道我看川普的面怎啊？不屑的脸，伊根本不屑当一个总统，因为啥物叫不屑？川普搞不清楚。因为伫中国，我会当做皇帝，哇，这规家伙有够光荣，全家升天，对吧吼？但是对川普来讲，因为这种西方社会吼，因是爱以人民为主对吧？啊，你今日做皇帝是你甲人民。你把所有好处好处拢摕来，家己当摕来底，都甲台湾死活定义同款啦。所以看起来我虽然不耻，但是即摆见面是对这 ROC 来讲吼，安怎忘掉滴？差足济，你看，伊是世界第15大呢，真正有够恐怖呢。啊，中国嘛是安尼，生产假疫苗啊，所以美国拒绝跟他怎么样？伊无爱甲没有什么好谈判的，所以拒绝咧。因为负责写王子山的方面哈，这是话，这哈、哦，大概是了解到川普哈、哦，啊，结果有人讲啊，你这样做，这对中国的贸易哈、哦，贸易战哦，会可能会股市会下跌很严重哦，因为啊，因为无法度过底下买足俗的俗啊物件嘛，我讲伫美国迄种水准生活水准卖未俗货，那个真是降低你的生活水平，对不？咱伫咱有迄个生活水准的，有这文化的国家，咱要有好的产品，不要那种不好的产品。所以川普他头脑很清楚，他很清楚。所以伊讲富的嘛，讲那跌就跌吧，伊是伊来先做选择，不会跌啦。所以讲美国股票才跌起。啊，即摆只有媒体在甲修理，哦，啊媒体当然咱也甲修理，因为媒体讲实在啦。我感觉吼，都不是叫做公平正义。台湾媒体有公平正义吗？台湾媒体哪讲？无啊。美国媒体敢有？美国媒体若有卖川普一上瘾，就甲媒体呛声。较早伊总上瘾了吼，叫媒体起来，啊，高报听叫伊去报，对啊。啊，即摆叫伊去报，啊，当然啦，啊，即来啊，吼，听无？美国即足严重个啦，比台湾绝对无较输个啦。但是人伊美国较厉害。伊若要做这代志，拢个呐，拢个报底家你看无，法律绝对治袂着，啊，治袂着，啊，迄就有人一百摆话，较无拄好向路紧着，即个代志，迄尼克森有啊，迄代志恁知影吼 ？OK， 水门事件，好啦，啊，我请来讲这個，这川普吼，为什么我们在什么地方看得到？啊，他这个就是他说他要解释啊。结束所谓的投降式的一个贸易，哦，不公平的贸易。这川普干脆这个文章干脆拢免做啊，干脆把伊要讲啥物事就要清清楚楚，我要让这不公平的这个贸易哦，让它结束掉。这是川普讲的，哦，这个重点你咱做政治文，咱这边是政务官对吧？啊，卖讲政治文，卖是对我讲的。我们是政务官，不是政治人物，好不好？哈，来，我们政务官，我们要学会怎么样？要看懂媒体，看懂媒体这一句话，看到这一些，再看到啥？来看到川普的心，要看到伊的心，
他不会讲这個，伊要结束贸易够好简单。你要结束不公平的贸易，对美国来讲无简单，因为为啥无简单？过去美国已经有足侪方便予其他的全世界国家，其中上严重是对中国。啊，对中国，你只要是要甲填起来，你甲看规个，因为因过去的不公平贸易给中国好处，对不对？那么有很多人在这个不公平贸易里面可以拿到很多的好处，对吧？啊，你起码一旦要把它结束的话，会怎么样？会得罪遐个人嘛？啊，所以得罪遐人，自然你的压力、你的抗拒就来啊。所以川普会做甲足艰苦。这是起码现今社会一个非常大的弊病。我认为美国在这个自由经济方面非常好，自由民主非常好，但是呢，严重的是全民。全民就是中国即马安尼，全民皆骗，基本上被人骗来骗去吼。那所以川普他是有公平正义决心的一个人，他话，公平正义决心了。所以你看这個杂志，这一个那面杂志，噶即马大家无去注意到这杂志，我伫台湾嘛，我听伫咱通信嘛，跟你讲，我讲，这是这只言啊，代表什么？美国这是美国国家杂志对吧？川普在美国国家杂志安尼讲，这就是有点跟咱台北商会讲看。等于类似半官方机构啦，有可能你只要乱给，对不？啊，这等同半官方的杂志，啊，半官方讲的是政府的政策，哦，啊，就是什么？川普的政策？为什么？我知讲最近杂志跟川普有关系，所以川普在美国不太信任其他的媒体，但是唯一对他是全部的依靠。为什么？因为伊等于川普，你讲的拢真快点。啊，这杂志抛向全世界，亚洲世界就对了吼。所以这杂志的这正面爱的背面的家，哦，台湾民政府啊。所以我也是本当作报呢，这是我的报呢。我一本敢若无偌济一万块买的，因为咱个甲咱中买吼，啊，是挂做风险款啦，这重要无？美国甲台湾民主甲放伫美国的国家的媒体内底，川普讲遮，川普遮讲，啊，台湾就放伫遮，这就是川普要执行的咧看无？川普是啥物人？即摆是世界皇帝，所以叫川普大帝。哦，今天不是乱讲话，有绝对权威，咱即摆看足侪代志就知影吼。哦，这个，啊，过来咱即摆讲到最近台湾啊，他们讲澳新就要下架啦吼。川普帮忙台湾就开始了嘛，吼，对不对？啊，过来，这个陆战队吼，九月将进驻哈，结果的是，这个今仔日已经看到哈，这今仔日的新闻，今仔新闻吼，啊，安尼看，很佳，啊，啊，这是，这中时电子报哈，啊，陆媒，啊，咱台湾可能唔敢播啊，是啦，哈，诶，啊，中国一边写，中国啊，哈，叫做美陆战队哈，六日进驻就是铁人嘛，哈。AIT， 那么或速入强硬派抬头啊，也叫好像巨鹿媒体发出台北的报道，很奇怪哈，那英语在报道过度哈，盛传已久的美国国务院呢将派海军陆战队进驻美国在台协会啊，啊阿伯是叫哪个在台协会？一份咱这边所有当贴文就是叫做印太指挥中心，特别的 AIT 是第。但做起，啊，来，等内容新管，啊，结果呢，已于本月六日进驻，啊，这是最近诶，今日看到的吼，来，啊，咱过来看吼，台湾政府呢，咱经过头拄仔即摆讲媒体也好，啊，后续要下架，咱过来看吼，啊，咱即摆，咱伫国际方面，咱已经行到啥物程度，咱已经行到啥物程度，咱来看卖吼，诶，咱去年已经参加联合国高峰会，啊，台湾政府就是高峰会，啊，这就是高峰会，有无啥？三名，这是高峰会哈，台湾政府是高峰会内面的成员，咱就去参加。啊，这安怎讲呢？因为我本人有去，啊，我参咱台湾政府咱的同心去参加这个啊，这个高峰会啊，高峰会。哦，啊，这就是九月十八，去年九月十八刚登记《纽约时报》刊专版的，哦，这这么简单的刊专版的哈。所以讲，为什么你讲看全版呢？因为全世界的那国开会时阵，有足侪国家拢会去住伫伊个旅馆，啊，这旅馆哦，尤其这高级旅馆，一定拢会放这个《纽约时报》，
所以因所谓哦，你看到咱这台民政啊，对先台民政哈，那我们跟联合国在一起，我们的话务，如果连《纽约时报》那边编出来，台湾民政府连联合国的习近平定跟联合国的标章，表示这个跟联合国已经有关系，已经有关系了啊。来啊，这个叫做我有去参加这个酒会啊，就一个章的，一个章的嘛，就是高阶论坛的。诶，人就是柯林顿嘛，捌伫面顶演讲过，吼、哦，即伊即个叫啊，即诶孔丘诶孔科迪亚啊，诶孔科迪亚吼，就是柯林顿有去参加过，啊我嘛有去参加，啊我是安那，我伫下面坐起尔，我袂当去台顶啦，咱无迄资格啦，吼、哦，看下就知，啊，今天没有带那个领带，哦，我有这个标章。哎、欸，那个有那个叫做那个的标章啊，哈、哦，我要去参加哈 ，OK， 哦，啊，来就是这个论坛，搞这个论坛哈。过、哦、来，咱去年嘛，咱嘛参加这个全球目标，这个目标这个是联合国高峰会的主席，联合国高峰会哦，伊拢主席啊，拢看大面就看啊嘛，哎，看大面就看吃，咱大面就嘛第十一代经济体啦，亚洲第五代啦，吼、哦。啊！咱台湾目前有拄到三问题，啊，紧解决啦吼！对三问题，啊，即个也做咱的联合国，甲即摆无甲台湾承认啦，台湾第十一代经济体，但是联合国呢都没有承认台湾啦吼！啊，伊嘛讲啊，即、這个台湾人你怎么提绿色的 passport， 迄种假的啦，吼、哦，迄种假的啦吼！伊讲即个 passport 到目前为止吼，你虽然咱伫咩国家，但迄国家并无承认你的 passport， 伊是因为你咩消费，我都无你依赖。但是伊有甲你做承认，你这个 passport 就无啊。所以讲，台湾嘛无世界国家承认的 passport， 哦。过来，伊讲啊，咱台湾人甲无承认证嘛，无台湾人甲你，咱个无甲你签。哎，这是世界十几铺的呢。当恁拢无甲你签证呢，恁即摆恁的政府是，唔是台湾人，是外国人来做政府呢，哦。啊，这内底有一篇写甲好个，哈，好个，哎，咱来看标题一下，哈。这标题就是加啊，意思太吼，意思来讲，他这个利哦，就是他多少吼，那个台美商会那个总裁啦，哎，所以我知伊的利啊，就大无人知。伊嘛，关起美国是伊在讲，跟川普在注意他。啊，为什么川普在注意他？因为他可以执行上面所交代的命令，所以这样讲，帮台湾政府安怎通过。哦，哎，啊，所以这个女儿，哦，这个女儿，伊讲哦，她伊安怎讲呢？伊指着联合国，告诉联合国说，联合国，我现在告诉你们啊，这是一个承认哦，这个君主的主体哦 ，sovereign 哦，主体台湾的时候的啦，哦，伊讲，咱联合国来承认台湾啦，你现在怎么讲呢？哦，承认台湾，啊，承认台湾啦，啊，咱来结束咱已经啊啦，这几十年来军团侵犯啊啦。台湾人受到人权侵犯了，啊，这是刊载在哪里？刊载在联合国的期刊呢，这联合国的期刊内底啦，吼，啊，重点是内底是刊载台湾民政府，所以伊讲讲我们去承认台湾啦，就是为什么台湾民政府在台湾的管理，哎呀，吼，要了解意思吼，好，啊，咱这参加联合国会议，吼，这是咱的啦。这郑龙辉部长，啊，这咱的夫人，啊，我坐你夫人的后边吼，啊，坐在他们后面啊。来，啊，咱有主办者，啊，咱是主要的赞助者，啊，这个外国政策，啊，外国政策哈、啊。那么这个外国政策，它主要那一天是谈亚洲，哎，它是深度的来哈、啊，来思考亚洲的未来哈、啊，亚洲未来。那么这是咱台湾的这个主要，哎，咱所有下来是拢国际贵宾，都是国际级的啊，国际级的啊，国际级的哈、啊。那么只有这两位，一个是郑龙辉部长，一个是在下我啊，这叫吴宇夫对不对哈？啊，这些我们放在周首，那你解套多少好钱，另外更简单的这个作为名牌啊。你那边，你那边花的时阵哦，你就把这提起来啊。啊，那主持人就知影你要花的，伊就叫你叫你讲话。哦，啊，结果咱的英语就无遐好，我后面哦。伊拢自我介绍一下，啊，坐落来拢剩呾听尔，安尼吼 ，OK， 哦，啊，咱过年去九月先，啊，咱去九月十八，啊，咱去参加恁个讲吼，啊，九月十七日讲，诶，即个美国的即个国会的网站是安尼，
到一边，伊到两边来呢，这种作品片，是吧？到一边，到一边来呢，吼。哦，啊，这个是他们庙，吼，啊，妇女，啊，这张作品呢，这张啥呢？叫叫什么？这个是旅行政府的，这个文吼，咱咧爱了解，伊是华务部，哦，华务部哈，安全署哈，它是算是行政的哈，但是它是属于华务的部分啊。你要怎样？6340不可以用打字的，哎，只能用签的啊。这张小赖表承认台湾民政府是在我的占领土地台湾这块土地上一个合法的政府。你看没有？美国承认台湾政府是伫伊个占领土地面顶个台湾政府，其他若要经过同意，你是袂当来。啊，为什么美国必须要承认台湾民政府？为什么？一定有原因的呀。啊，无别人嘛，听我来承认啊。因为我们是依国际法、跟战争法去处理起来的，怎么样？我们去控告美国，对不对？啊，美国到最后他承认了，所以他才怎么样？我承认台湾政府是合法政府，啊，我不但个人把你拿掉，我要保护你，哎呀，好了解哈 ，OK。哦，啊，所以咱参加这个 G7 这个协议哦，能帮咱安排，我说哇，他怎么可以帮我们安排这些？啊，这个是 G7 来对抗的嘛。你以前这么重要的杂志里面，跟秘书长看得这么大，对吧？啊，这钥匙嘛有，嘛拢给咱看。过来呢，我去参加彭斯吃饭，彭斯为什么可以让台湾民众去吃饭？你要来参加伊的餐会，爱审查伊的证件无？爱查你有对来无？啊，无你若是迄个也是恐怖组织来的吼。啊，我是啥袂当参加？我是跟恐怖组织。你知道吗？有没有？台湾民主现在也是，台湾民主是美国合法承认合法台湾唯一的合法政府哦。啊，美国它是授权给台湾管理当局的，基本上是 ROC 哦，它只是当局啊，简单讲，它只是一个单位啊。所以我们跟彭斯吃饭啊，刚讲过啊，这是咱的一个部长啊，这是咱的大臣啊，那大臣啊，这是彭斯嘛，啊，结果是。伊讲，伊应该讲来先好，伊就讲两个人贵啊，因为伊可能做人计多啊，啊，即摆伊是讲来先嘛，很聪明，他赶快因为人家较小好处，对不对？啊，美国弄个人高马大，转一转就转到上面去了，然后就甲这个盖阿秋，啊，因为他都有录音，我有听到，伊甲讲，伊甲伊介绍讲，唯一啊，台湾西部高人，伊讲我们是台湾政府，你知要怎回答无？表里个，啊，这个我拢听到录音带哈 ，OK。啊，结果咧律师就今早来台湾，甲伊讲啊，那这样，咱的政府甲遮来可以开始申请人权赔偿，好来，啊，这个是，啊，接着下来，因为他都是3月9号，3月9号，进行的3月9号哈，啊，这个行，我就是怎么样，咱5月行。美国就什么啊？那个 GPC 就帮我们来开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酒会，这个酒会哦多达差不多将近500人，啊，他们这么去一百，那一百很彪，啊，因为外国宾客有3-4百，我就在里面，我在里面哦，这里面看是家人呢，回家写啊，到这边吃过东西呢，啊，结果因美国的因讲奇怪，今天哦非常特别，因为那个录音你在听讲的时候，耳边全部静悄悄。啊！因为我有去参加，因咧欧洲的土领袖吼，土领袖叫啥物 ？Flash， 土领袖我有去参加伊参会咧，伊有邀请我去啦。我去参加参会，因咧酒会我拢知影，因酒会呐，面对你讲话语言，咱都满心球都做无用咧。哦，我留个滚滚咧。但是如果你讲话时，全场拢静下来，大家拢听过，吼，这是我第一个感觉。哦，啊，即天吼。九月刚这个人叫做科布，川普身边的最重要的人，你知道吗？他刚刚推九月，伊竟然去了的时，伊佫另外较紧赶参加另外一个重要会议，了又佫重的，安尼你会知？又去哦，又去吼，所以这个我都不用骗人的吼，伊都来参加两摆，表示怎么样？很注重，安尼个吼，好，这。啊，这个可是薛丽，看起来像薛丽啊，啊，这你买了，这个叫美国众议长夫人，
中英这么歪呢，就一定有输赢呢。他叫罗瑞塔，哎，有机会啦，我跟他拍个照啦，哈，就这样了哈。哦，啊，这里是做 I Heart 的东西，哦，啊，一共也是 I Heart 的，差不多220公分啦，高温差不多啦，哈。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他特别印象都深了？我去的时候特别来刚认识哦，哦，刚认识啊，介绍我那爱好的公司就是因为这电子媒体公司啊，哦，因公司安怎啊，都啊讲因伫美国的市场都比 Google 较大，哎，哇，很不简单嘞。结果我那天啊困了啥物？啊，伊都白天来，伊都两点时，咱暗时两点，我去啊都甲两点。这二时两点都冻袂了，大家拢伫困哩，啊，啥来困？哎呦，你讲什么呀？都介绍伊爱好的公司啦，我冻袂了就困哩，你知影无？结果是，我为什么才知道？结果第二天、第三天被川普就职那一天，那一天的时候又出现了，电源是忽然的非常重要的，安全的那个，穿西装里面都带那个东西的。保护人回头行到尾，啊，对了，你看到哈，哦，有跟你拍啊，只能蹲下，对不对？伊嘛是半蹲，嘿，我也想他半蹲，因为没有半蹲哦，很难拍了哈 ，OK， 哦，所以我们真正已经跟联合国哈，我们已经有一定的哈，所以国际法制度下，台湾的国际地位在哈，那一定要怎么样？因为有国际法，我们今天怎么样？要再依照国际法，我们是由美国来带着我们来进入世界。为什么美国可以？因为美国是能台湾怎么样占领全国，所以他可以夹着我们进入联合国，可以夹着我们进入全球的台湾。如果不是他就不可以啊，还在哈。所以那个也是国际法啊，国跟国之间的法律啊。那么要讲台湾的国际地位，重这种啊，大家一定要研究这种条约。那么台湾关系啊，这样都是一定要符合就是人民条约规范，以及母法，你知道吗？母法、子法不得超越母法，你知道吗？哦，所以呢，今天来不了解台湾地位的重要性，所以台湾的地位呢是依据就今天的人民条约啊。好，马关条日本跟台湾关系哈，那这是啊，这里保温的哈，那对于马关那些一路走来，那么这是用国际法为开始。那么一直到现在台湾，好的，1945年4月1号，阿姨刚叫做愚人节，为什么叫愚人节？台湾人上爱重要就是1945年4月1号，叫做神圣纪念日。中国人来到这，伊就听到要给你侮辱，给你取笑，因台湾人叫戆人。四月一号叫做愚人节，结果我尾后我相信，我无去中国查，中国没有四月一号是愚人节，这是伊挑工要批笑因台湾人。公啦，安尼啦，知道无？哦，哦，文书面条件条数定个吼，来，台湾的客人有外客，你知无？啊，台湾人呢，从来都没有当家做主，拢是外国人来吼。啊，今日拢系先抬，对无吼？抬鸡吓惊狗的意思对吼？来，啊，过来吼，我即摆只我讲，即是讲后事啦。伊即摆奥巴马抬，二班嘛，啊，抬来了是，即摆所有的拢系用诈骗欺瞒。假司法、假律师，这我拢讲不完啦吼、哦。来，假司法，你讲十万以上是开的，啥人讲的？啥人讲的？口水滴滴无？来，然后来，好啦，假律师有无？所以这边扣干几条，把假的律师改回来正的。为什么？因为他要回中国去了。啊、哦，来，假立法是什么叫假立法？还有核四工程呢，就表示正港的假立法真不甜，核四工程。我伫几年前，我咧讲过，保证不会启动。为什么？因为是假立法，做假，做一个假，啊，去签字了的，啊，钱款用的啦，啊，哎，讲啊，白工钱用的啦，所以不会用嘛，对吼。即摆搁要来，咱都讲删除了，对无？哎，要，而且即摆要拆掉，要把拆掉，又要花2-3千亿呢，奇怪吼。这啦，这拢中西啦，非常可怜的苦难的台湾人啦，吼。可能到什么程度，你拢无国籍啦，在座各位你拢无国籍啦，我们有国籍啊。如果哪一天，那整个中共啊真正强大起来，伊若来占领台湾，我你讲你们就是没有国籍的人，我你讲恁处理对，迄拢是恁的事，甲你关一关，关海边。
还比伊讲伊个来讲，所以你若变来讲个，伊讲太平洋无较外，对嘛吼？你要跳来跳啊，知影吼？因为你是无国情嘛，啊吼，这是台湾人个悲哀啦，吼。来，所以啊，咱伫国际话交流下来，咱个吼，我们即将执政吼，即个2017年，即个美国就把即个世界好难啊，吼，那未来台湾会变成非常幸福个国度是啥物？咱台湾人家己来管理。恁厝即个厝，即、這个土地，你个你起个厝，拢用上好个建材，拢要呐，互你个子子孙孙后边咱伫只经营吼吼，继续繁衍下去，吼、哦，这就是咱个一个基本嘛吼、哦。所以，如果台湾政府执政，我会成为最幸福的国度啊、哦！啊，包括咱个去讲个疑问吼，咱有讲一下吼，你讲伊个建筑拢故意跟整个环境美化，哦，感觉上拢能够结合了吼。啊，当然讲了，接着是瑞士，咱来看吼，啊，这丹麦，丹麦因为收入咱的十倍，然后因为收入咱的十倍哦，因为移民的收入咱的十倍，啊，所有的北欧国家拢起出来，咱的秘书长有讲，我们要脱亚入欧，哦，咱来讲欧亚是因这样赶快，啊，因为收入都是咱的十倍，啊，瑞士赶快，哦，瑞士，啊，因为国家清洁，因对小孩子的教育，因对小孩子的教育还行。是，会当讲非常细，因为囡仔出钱对吧？咱后边，咱台湾面就咱这钱，咱的财产遐济，变作袂使污钱哦。公务人员贪污是违属性哦。你老陈，咱的你讲，我们以执政就是这样，咱老这钱钱的哦。哦啊，所以咱无污钱啊，前面啊，中到前面啊，爱来好好照顾咱的下一代。所以咱下一代后边不要玩那个小电动玩具，他要去玩世界级的大电动。大变动，你知道？所以在你那边呢，会有理想、有计划。我们政府在那边的政府，你当然了，开支。只要你老会的，那个训练政府来帮你嘛，让你去发展你的世界的梦，安尼哦。所以台湾未来会变成一个非常了不起，因为那个资源太多。听讲那边这个底下这个油太多，在通到那块哦。所以未来钱真的是台湾的人会太多，所以咱秘书长怎么讲？咱一旦执政，咱的薪水啊，我们今卖三倍以上，起跳，然后吼，哎，这种事吼，啊，所以当一切土地来看，本来拢真水，啊，但是较可惜，今卖河川拢污染，啊，拢叫恁咱大家污染，你嘛有责任，我无责任呢。哎，恁有搞污染的，我你搞有无？有吼，什么最多？下水道，咱厝洗碗、洗衣、啥物拢用石油洗嘛。石化相对记得无？石油洗嘛，对不对？啊，这拢排水，拢排水底去，排水底拢流，拢流掉的。啊，即马这鱼啊，这人食着拢有呢，高污染。所以你即马若溪底鱼啊吼，摸去钓来，咱等于煮等于食，伊拢是重铅、汞、铂、重金属污染。哦，这使得台湾会变得这样的一个脏乱。我们希望台湾政府一旦执政呢，让我们的河川呢恢复它的干净，当然要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金钱。但是因为未来台湾公务人员绝对不能贪污，所以我们绝对怎么样，钱会太多，政府的钱太多，我们用来建设最快的岛，用上好的建材，用上好的计划。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呢，世世代代永远幸福在这块岛上，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晚上就讲到这边哈，谢谢各位，谢谢。